是幸运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，是你搀扶的。翻脸的走的大姨妈，红脸的关公战场上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包公，红脸的丁威小丧。义父啊，饿了就早点回家啊，这是家里规矩啊，到点不回家那可就没饭吃，知道吗？我为今天早晨的事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饭在这儿啊，下不为例。你要吃啊，自己拿啊，不吃我就拿走了啊。我先骂完了再翻译，就等你骂他两次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别又是傻猜的吧。我徐爱珠字字事事落地有声，老天听着呢。是姨夫和程文说的，不信你问问程文。程文，程文，你过来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。哎，行，来过来。真是，快跟我说说。哎，你跟他们说说，姨夫的事儿是不是他亲口跟你说的？对呀，对呀，快说快说啊！哎，快说。哦，对了，方便面没了，我去拉趟货，马上就回来了。我就说嘛，就是这你没那么玄乎，这孩子不听我话了，你说。看见活雷锋了吧？雷锋叔叔就在你身后。还说呢，就是你，天天骗人，我昨天还以为你真的头疼呢。给，还真香啊，算是定情物啊。怎么是你啊？把手绢还给我。哎，别这样啊，我用这个换行不行啊？不要。哎呀，这可比我给阿兰的大多了。小宝，你是真情似金。程文，你就收下吧，啊，收下。我不要。
来了，上车吧。我假期没到呢，有急事儿，都等你呢。几箱呢？你怎么又进这么多货呀？浪费，过期就完了，赶紧送回去一半去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搬回去？徐姨说要不了那么多，让我送回去。啊，你别动。干妈，方便面我要了，我一会儿找人搬。你开酒吧要方便面干什么呀？这您就不知道了，这是新方法，喝酒喝醉了泡包方便面解酒。尤其是盒装的特棒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先留下吧。你以后再进什么货呀、你跟我商量一下。以后我叫你，不管你手里有什么事儿都得放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。哎呦，疼不疼？你看看，放着阳关大道不走，非得受这份累。我说的可是真的，到我酒吧去了，反正这也没什么事儿。到酒吧去，你就是老板娘，手一挥，那要什么有什么。这手哪是搬东西的呀，是戴戒指的吗？来，戴上看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真的不要。戴上啊，戴上看看，不要，戴上吧啊。哎呀，不要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帮着你疯了你！你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在这胡闹！我要怎么卖东西？我是真喜欢他，我不怕别人知道。成文，我爱你，成文，我爱你。别人都知道了。我在我爸一向面前发过誓，我是真要娶她。现在我们铁达的形象已经够糟糕的了，我们不想因为你而坏了整个集体的荣誉。所以打伤记者这件事，由我们来处理。陈总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们知道这事情与你无关，你就什么都别说，保持沉默，剩下的事情由我们来摆平。陈文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又要麻烦你了。韩云呀，你弟弟有你这么个姐姐，真有福分。谁让我当姐姐呢？有什么办法？只要他能把大学好好的念完，我也就满足了。哎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干活时不小心。你可得悠着点，别为了赚钱伤了身体。快下雨了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太可怕了！干什么？功夫，知道吗？废话，不能吃我做这些菜干什么啊？你吃。你呀、啊。哎，回来！你早饭不吃，午饭不吃，你想饿死呀、啊？我不吃，这是不能吃的。谁告诉你的？我妈。你妈懂个屁！我和肖亮叔叔远航去地球，我吃，我不吃啊！你回来不行，必须吃。你妈就是吃这个长大的，你住在这儿就必须吃这个。我不吃，妈给我，我不吃。你好，你好。爸爸，我不吃啊！我气死你！爸爸，爸爸，我爸爸卡刀！你要不吃，我就不让出来。这样算算十遍八遍也算不出来嘛。行行了，我帮你算，你帮我念好了。
四十，一百，四十五，五十四，四十八，二，三十二。嗯，好了。谢谢你啊，还是你聪明，阿兰姐。这句话你算说对了，我从小就会算，只是没什么兴趣得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每个月都会算错，最后还要我自己往上添钱。行了，这些事儿以后交给我办就行了。谢谢你啊，阿兰姐。你不生我气吗？我又不是气包子。对了，小人给你买的衣服你试过没有？好不好看？合不合适啊？没试过。哎，那我帮你试吧啊。好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哎呀，这么大雨你就别出去了，淋坏身子怎么办啊？哎，有什么事儿我帮你办就行了。我到街道开会，你能替我呀？上面有精神，东北大街道。青青还没回来，要不然啊，把一些花草啊摆在街上就行了啊。哎呀，阿姨啊。请开门。来了。哎，石大叔，是你啊，小赵。哎，您啊，哎，我要问您呢。刚才有个小孩打电话过来，说是你们家有人虐待他，过来看看出什么事儿了。你说。来，你说，报警电话是不是你打的？是，我要举报肖亮夫。石大叔，您呢？先别着急，我得调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你妈他怎么了？他是谁啊？好漂亮，真的好好看啊！好漂亮啊！陈文，我穿的好不好看啊？好看。那我穿的好看，你穿的好看？当然，你穿好看了。阿兰姐，这个衣服太露了，我穿不合适。你要喜欢的话，就拿去吧。哦，不要吧，万一要让小杨知道了，爸的我狗血喷头再怪呢。没关系，我不告诉他。义夫啊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得回家一样等啊，回家去吧。我说话就要算数，就要姑姑已经回来了。这是一个足球队员一定要做到的，我不怕下雨。好，你把伞拿着啊，拿着啊。你在这等小杨叔叔，我回去给你找小杨叔叔啊。好了，在这等着啊。小杨呢？快点出去了，怎么了？这小兔子！哎，你骂谁呢你？义夫，小杨叔不在啊，陪我回家去啊！回礼堂跟我说好听，大人说话就要算数。你跟我回家快！不，我回家你。妈，我不回家，我要跟小杨叔叔打电话报。小姐，请问阿兰在什么地方？在里面。谢谢。为什么要嫉妒？我知道，因为你爱我。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怒火，而这样的怒火只有爱人的眼睛里才会有。
真的。嗯。好，你等等我。啊！哎，小杨，你快点，我要看戏呢。嗯。哎呀！妈妈，一下！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风风火火的啊！你怎么了？小人，你干啥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和阿兰的关系到此结束。妈，你听好了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什么？小杨，你这个呢？现在就是您的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单身了。妈，你可以给我介绍女朋友，只要你喜欢就行了。你们这是为了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不在乎我拍亲热的戏吗？再说那都是假的呀。不管真的假的，我现在不在乎了，我彻底不在乎了。嗯，是要养你阿兰，没有哪个男人不在乎自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的。可那是我的工作，是我的事业啊。那你就不能换个事业？这个戒指先放我这儿吧，你们什么时候好了再给你。喂，阿姨。停车！来真的了啊，真吹了。我得专心踢球，不能就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分神。我已经多次警告他，不能总想着成星成腕的。他不是那块材料，如果他真有演员那样的天分，就是天天被人抱着，我也没话说。哼，哎，像现在这样，天天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跑，说不定哪天就给我戴绿帽子了。我觉得大美人对你倒是真心的，不至于红杏出墙。不过他确实别扭，天天跟上了发条一样到处乱闯，找老婆就得找踏实的。吓唬吓唬他也好，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治不住女人，那叫男人吗？我是烦，天天训练比赛，他又不听话，我受够了。得，你还怕找不着女人吗？来，咱们试试这个，看你把绝活忘了没有啊？别，我今天没准儿弄不好你手就残废了。不就是一镖吗？扎不死我。嗨，别想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还不一定怎么着呢。来，投吧。真的不行，今天我怎么了？你可是镖王啊！你忘了咱们在这里和人打赌赢了多少次？我可仗着这个收钱呢。唉，你是送上门来的不要，我是看上的不给。来吧，扎手上也没事儿，我正想出点血，痛快痛快。唉，你别对成文总像王老虎抢亲一样来硬的，不能长船冲掉。就得耐心的倒脚打阵地战，等待机会。这样吧，我当回恶人，给你创造次机会。啊，嗯，什么？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，晚上早点回来啊，回家做饭。啊，哎，哎，义父，我去拿药啊。义父，药来了啊！哎，药来了。哎，来吃药。咱们呢，把被子盖好啊。来，发发汗啊，发发汗啊！老爷，你不吃药吗？啊，拉梅病不吃药啊。您好，请开门。来，开门啊！谁呀？您好，请开门。啊、来了。您好，请开门。来了。是你，大伯，我找您。哦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怎么了？哭哭啼啼的，啊，进去吧。
怎么回事啊？这哭哭啼啼的，别哭了，一会儿好好说啊。在幸福街里，您是最有名望的了。大伯，我知道小杨一向只听您的话。是这样。你知道吗？小杨他欺负我。他欺负你？他好歹胆子。不要紧啊，大伯跟你走走。啊，有话好好说。哎，你们看看人家好。给我们瞧瞧。哎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！又不是给你们挑，你们害的什么羞啊？嗨，我们啊觉得都不错，就不知道小杨什么眼光。他和阿兰今天吵，明天好，我们可不当着恶人。这次是真的。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阿兰有些张扬，当儿媳妇吧，总有点不放心。他要真的像成文那样稳重，那就好了。可惜他和小杨啊没这个缘分。哎呦，你可不能这么说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有门第观念。成文怎么了？我看就不错，比阿兰合适。哎，成文啊，你是不是也喜欢小杨啊？别不好意思，喜欢就是喜欢。哎呀，我这是正经事儿，你们瞎掺和什么呀？小杨能喜欢成文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。哟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孤男寡女的一块待着，你保证不出什么事儿？哎，喂喂喂，你出门没刷牙吧？说出话来都是臭的。小杨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呀，就是从给你寄照片的宫女里挑出来的，你看看，来看看。妈，我现在没这份心思，您就别操心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我看人可以了吗？那是去阿兰的，啊，我睡觉去了。嘿，好小子，拿你妈开心呐！你都多大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你孙子？哎呀，你快看看照片，妈先替你侦查查。姐，出来！石伯伯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知道是小杨叔叔做的不对，不过啊，我想他肯定有事，要不他不会不来的。他不守信用。对啊，他真的不守信用。他不仅对你，对我也不守信用。他对你也是约了吗？他说话不算数。本来说可以的，后来又说不行。就比方说演戏吧，他是一个坏导演，而我是一个演员。他一会儿叫你这样做，一会儿叫你那样做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就像太空卫视里的黑武士，今天他和这个人好，明天就要杀了他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就是这样。我最喜欢看太空武士了，里面的红红公主和小土豆。我喜欢请苹果大师，他只要吃一颗苹果就可以变成各种枪把敌人杀了。可惜我现在看不到太空巫师了，也不知道谁是太空霸主。我可以帮你录下来啊，因为我拍戏的地方有卫星电视，录完了给你了。太好了，喜新娘的阿姨。对不起，是我忘了，那天剧组他们找我。做男人就要一诺千金，知道吗？做人就要敢做敢当，不要自以为了不起，老子天下第一。除了踢球你还干什么？啊，踢球你能踢一辈子去。做人就要老老实实，不要今天风光了鼻子朝天，明天完蛋了鼻子朝地，灰头土脸。啊，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人将来肯定是废物，比废人还废。老知道，我儿子轮到你教训了。你们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，还跑到这里教训我儿子？妈，石伯伯说的对，是我忘了和义父的约会，是我做的不对。你是